哎，声又来了，验收时间到了，睡一睡哦。感谢温蒂璇啊，这样子教我这么多什么指法啊，什么一大堆，从不会到会，从没接触到现在可以弹出一咻咻啊，一咻咻东西。今天会有两位评审啊，介绍评审时间 ，Judge，Let's go。第一位我们的温蒂璇，嗨，我是温蒂。第二位我们的文熙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熙。啊、你们对于钢琴的评分标准是怎么样？我对评分标准是蛮严格的哦，因为毕竟我是家教老师，我通常给小孩子家教的话呢，我都会给他用苹果，一颗苹果等于一块钱。假如你弹对整首歌完全没有错误的话，我就给你三颗苹果。等于说我弹完1500首歌就可以买个 GK 了。对，没错。文熙老师有什么对钢琴评分标准吗？我的评分标准的话是比较注重在腰力的部分，腰力好的话，弹下去的那个张力才会比较好。那我这边的话会以颜值啊，还有一些身材的部分来去打一个分数这样子。当然专业度还是会有的，因为毕竟文熙老师呢也是有在学钢琴的，相当大的一个了解。我钢琴弹得好的话会有奖励吗？会，你会得到一份殊荣。殊荣？陈殊荣？谁啊？那是我高中同学。老梗无言。好，来开始吧。你看我的谱，孙生的谱，括号重要，看都是我的谱。夏天，这首歌是夏天，我第一首歌，因为我超认真哦。生日快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用得到。突然想学，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《爱转角》，超好听，我们小时候很经典的回忆。哦，我想学菜棒肉棒，有菜棒还是肉棒？但是这个它电音弹不太出来，可能我自己太笨吧。我可以蔡明佑经典的结尾炫技。C 和弦接下去，哆咪嗦哆咪嗦，右手最后咪嗦哆，懂了吗？这个超杀的，这也是我学到最后觉得，还有这一招啊，你们的手转来转去，大绝招，六等开大。哦对，我们现在没戴口罩，是因为这是家里啊，就在家里，然后加上他妹的话，弹琴的话，现在四个人，我每次都弹得还不错，可是这个镜头啊，镜头每次在拍的时候，其实连我自己钢琴老师我也是会出错的，这很正常。但是老师跟你讲，放轻松，好不好？放轻松。你觉得那么像妈妈嗓，好不好？搞得我想出场了。OK， 线上防疫音乐会正式转型了，音乐人我来了。夏天，夏天没错，夏天送给你们 ，Let's go。哎，夏天怎么变这个？可是我可以，对不起。刚有失误吗？好像没有的。第二首歌是这个《龙珠》，我最喜欢《七龙珠》主题曲。Let's go。Let's go back。每次脚痛哦，来副歌。米瑞瑞，沙拉，米瑞瑞，米瑞瑞，西东瑞，来啦。炫技，哎，弹得非常好，真的，这首不错。我头红掉哎，你们是说要用指甲对不对？对，是用最爱你的手势吗？对，就是最爱你。OK， 第五首歌《爱转角》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一辈很经典的那个偶像剧啊，那时候看得很感人。OK， 来5、6、7 ，Let's go。
听呢。哎，你真的一手比一手让我对一手比一手好哎。本来就爱钢琴这个乐器，就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乐器。对啊，难怪可以22天速成班哎。就感谢璇，感谢温蒂在教我，感谢温蒂妈妈。这什么啊？看起来最近吃的好，胸肌变低罩杯。对对对，我刚刚你在弹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看你这一块哦，这个比女生还大，比我的还大哎。你已经是比我还中意的中意咖了。什么了？那写什么呢？对对对，曲子很流顺啊，但是你有待加强。可以啊，你这个写的蛮好笑的，还不错啊，行啊。里面应该评分出最好的一首歌应该是。爱转角，嗯，我给爱转角80分。Put down， 蹦蹦蹦蹦蹦蹦蹦。来，现在文熙老师就是给观众朋友还有孙生带来一首《雪落下的声音》。因为我是音落，好吧，我来代替帮助照顾方向。声落，声落，声落，音落。快点给我弹啊！你那么像阿姨啊！开始。怎么我在秀的时候你在旁边这样子会影响我？终于知道刚刚我在帮你评分的时候，原来为什么你弹不好，就是因为我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不会有影响啊。哦，所以是我自己弹不好。对，还好吧，但我觉得很厉害哎，很好听哎。嗨，我是温蒂，我今天要弹那个《爱情你比我什么伟大》。爱情你比我想卡国卡伟大。看到后面超激动，到底有没有礼物啊，文熙？这一定是有的，你弹这么好，来，这个是这个公仔，是我送给你伴你一生弹琴。哇，好酷的礼物！不要这个啦，这是干嘛啦？不管用，怎么每次都是？你不喜欢公仔吗？不是啊，这玩偶哎。对啊，史迪奇公仔啊、就是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这个啊。不管用什么啦？我不要这个，用别的啦。不要，我不要啦，就没有啦，就这个啦，拿着。买啦。不要，我不要用别的啦。我不来用啦。用什么？用这个啦，用这个啦，你想送你们这个啦，做造型。这个不是业配哦、喔，这没有业配哦、喔，是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艾瑞斯戴，我说哇，这个好棒，我照戴起来。不然来用，那是我对狗哥那个，这个大家看片段，快点的来用啊。我对狗哥也用过那个，他穿到那个后面。哦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哎、欸。你有看瑞斯有戴那个去做捷运，感觉这个很棒，比史迪奇好太多了。史迪奇比较好棒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他这个可以拆下来吗？不能啊，一辈子啊。一辈子。你的刘海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是凤飞飞？哎、欸，怎么变成这样？对啊，这个礼物好多了，真的真的。像人人防疫有责啊。为什么你戴起来这么好看，我戴起来变这样？还可以，还行啊。哇，这有点难呼吸耶。对，哎、欸，蛮吵的，意外蛮吵的。重点是大理的人也没问题耶。怎样啦？就这样搞定，做结尾吧。小铃铛叮叮，叮叮叮，自由自由，最爱你，就是在这里。那个喜欢这个哈、这个裙子的朋友们在这边。是呀、啊，完美啊！今天感谢那个面罩，感谢瑞斯，感谢维西，感谢璇，帮我学会钢琴。是，记得口罩、酒精，那这个面罩很棒。大家如果喜欢，去问瑞斯啊。下面订阅让听听，我们下次见了。防疫记得哦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撑过去，一定可以的。是呀、啊，持之以恒。因为生活只好自己慢动作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调慢动作。回眸笑，遵命。
面具我很喜欢，有防御，然后他，我觉得他蛮好看的，还不错。I like that。你怎么笑？专业呢？专业的走秀达人呢？对了，妹。